在闺蜜家忘了时间，不小心玩到凌晨，结果一看手机，男朋友连个信息都没有。没想到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在这儿。你干嘛不上去啊？我上去干嘛？你们一群女孩子在那，我上去玩，你们也放不开，我上去干啥？那你打电话叫我下来呀、啊？打电话催你干嘛？和你们那么好不容易玩一次，多玩会怎么了？那你哎呀，那怎么还吵来了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谁家啊？我又没跟你说我在刘毅家。你干嘛？你是不是？我在你身上装了个监控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来我妈找我怎么定位我的？记得啊，我就不能定位你啊？可以啊，你等了多久吗？也没多久吧，大概几个小时吧。哎呀，宝宝，别，不用觉得愧疚，这几千天都是这样过来的啊。如果是实在觉得愧疚的话，回家再道歉，好吧？哎呀，回家好好道个歉，好吧？要补偿我要道歉是吧？我不小心，没看到是谁。把我今天晚上吃饭那个剩饭剩菜还有厨房打扫了就好了。好。多一会儿，这就是你说的剩菜剩饭。不是，你怎么那么双标啊？你可以允许我在那打球的时候，然后你再坐在旁边等我一下午，你就不能允许你在那玩，我等你一会儿了啊？赶紧吃。